哇，师傅，这里全部都是无限润次的。对，是的，没错。这个是我们的咖啡，这个是我们的 oyster， 这个是我们小青龙，这个是我们的海胆乌尼，这个是我们的波当 AB 牡丹虾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这一间位于拉拉坡的哈萨克吧，我在小红书看到了，它是 KL 第一间可以无限润次乌尼多肉龙虾鲍鱼这种好料的 premium 阿拉卡博费嘞。哎，它这里有价钱，看一下。这里是有分 weekday 还有 weekend 的价格啦。 weekday 的话是从268起，然后 weekend 的话是从298起。不要觉得为什么价格好像有点小贵价，但是它吃的都是高级食材嘞。这里是无限润次，真的很呆，对不对？进去了。哇，这边牛奶很漂亮哎。整个很有酒吧的 feel 哎。这里还有私人包厢哦。很好看咧。然后老板是讲啊，只要有8到10个人就可以订这一间包厢了，而且这一间包厢咧还可以唱 K 的哦。你敢相信吗？这里全部东西都是无限润次，除了这个阿拉卡之外啦。然后跟你们讲一个小 tip， 这个 premium platter 你们一定要叫，因为光叫这个你们就吃回本了。这里有龙虾，还有鱼子酱，然后这个小西米，太多选择了吧！啤酒跟沙克竟然还要是无限 refill 的嘞！哇，师傅，这里全部都是无限润次的。对，是的，没有错。这个是我们的咖啡，这个是我们的 oyster， 这个是我们小青龙，这个是我们的海胆乌尼，这个是我们的波当 AB 牡丹虾，这是我们的红虾阿盖 AB， 这是我们的阿麦 AB， 也是一个甜虾的。还有我们的 sashimi， 最重要还有我们的 doro。Oh my god！ 果然是 premium platter 啊，看起来真的很高级嘞。哦，我最爱的这个乌尼啊，一大口，它乌尼真的很甜很新鲜，而且它的鱼卵快爆开来了嘞。这里整个沙西米最贵的就是这个多肉啦，哇，竟然可以无限润次哎！这头肉的口感真的太舒服了，入口即化，而且它整个油脂香都在嘴里面呢。大家，我终于实现鱼子酱自由了，在外面每次都是给一点点吧，它这里直接给两大碟嘞，吃喽吃喽吃喽！这样吃也太好卖了吧！终于吃到鱼子酱的味道了，它是带有一点海鲜的鲜味，然后有一点咸咸这样子的。这里还可以吃到龙虾嘞，肥肥的龙虾肉，很新鲜啊。这长脚蟹嘞，看，满满的肉。如果你们觉得 platter 太大份的话，也是可以单点这样子一小个一小个叫。它这里有 sashimi， 有 sushi， 然后有生蚝。然后如果你们要无限润吃乌尼的话，可以叫这个乌尼达达。还有鲍鱼嘞，试一下这个先，也是很新鲜 ，QQ 弹弹的，嫩嫩的嘞。如果你有朋友不吃生的话啦，不用担心，这里很多熟食选择可以选。还有这个很可爱 ，mini wagyu 三文治，呜。外面的面包也很脆，然后里面的那牛肉啊很多汁哎。buffet 竟然还包括啤酒跟 sake， 哪里找哦？干杯！他喝也是无限的喝。冰淇淋竟然还要是 Hagen Dazs 的，无限认识高级的嘞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一到晚上就这样多人，而且现在是 weekday 嘞，代表这里 buffet 真是很呆神啊！我建议你们来的时候定位，不然位置都没有了。